My heart is aching, but somehow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you made me feel like enough. I'm ever yours, I'm ever yours. My heart is racing, these tears are happiness shaking, 'cause I know that I found love. I'm ever yours. Street, Royal Brompton Hospital. Parkgate Road. Maman ging go Battersea Park. Her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Thấy her cái tăng quan gì.喺 Battersea Park 櫻花季節都會有好多櫻花，唔知到時有冇機會再過嚟睇呢？我而家去咁啦，睇下南岸望住啲屋，好似好靚咁。哇！對面就係 Charles， 好靚啊！好多烏鴉，除了呢棵樹，棵棵樹都基本上應該都有烏鴉。呢條路徑好舒服啊！咁樣望住 Charles， 好靚啊！而且真係唔打唔撞，因為我冇諗過呢條路會見到，就係個塔啊！呢一個和平塔，可以兜一個圈。哇！真係四面都有啊！諗住走嘅時候，回頭望得最後一眼，呢個角度睇得好靚啊！哇，我有驚喜。呢度仲有間 coffee shop。是一個很大的公園，我現在是向這條路走，就走到這裡。其實它有很多東西看的，但是我今天的目的地是去發電廠，所以我下次有機會過來看櫻花的時候再走。站去吃甜品，依家要過馬路，就咁樣轉圈去 Battersea Power Station。哇！我到 Battersea Power Station。它以前是一個發電廠，但現在已經改建，裡面好像一個商場，有很多餐廳，有很多東西看。而今天我的目標就是來看這個燈光節，但現在未著燈，要等到日落。哇，那我現在去了吃甜品先。
想喺出面食都得，但今日太大風了。滲一啲抹茶粉，但係整體咁樣食，抹茶味唔會太過濃，啱啱好清淡咁樣食，幾好食，同埋個塔皮好硬好脆，好食。中空只有三層嘅感覺，下面嗰層白色嘅，我估係朱古力，咁樣食嘅配搭啱啱好。哇！呢、這個泡谷，呢、這個咪係我上次喺 Italy 買過嘅餅乾，但係 Italy 買平啲啦 ，Italy 買 2.6， 我食過係幾好食嘅，不過佢本身個餅都好甜，所以我食唔到佢嘅開心果醬嘅味。哇！睇落好似好好食咁。好多乾紅的芒草，背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它最著名的就是這個紅色的鑽頭，還有上面有四條這個煙筒。哇，總共有三層，我依家係第二層。去到2月25號，哇！最高嘅一層，果然真係好靚。嚟到最上層嘅尾段，呢度有得搭電梯上去佢嘅煙通，咁樣就可以去睇呢度嘅景色。哇，一定會好靚。呢個氣氛好好啊！就仲有戲院同埋餐廳，係以前嘅控制室，依家改變成一個酒吧。雖然已經係改建咗，但係仲保留翻一小部分特色的工具儀器。坐了在這裡等外面的燈光節亮燈，現在已經遲了日落，現在大概5點才有得看。原來 在門口那裡有得拿一個地圖，終於讓我等到個天暗暗地。
佢仲要有音樂，好靚啊！依家向前行，睇下嗰個蝴蝶，佢仲有唔同嘅點，但係唔肯定自己會睇到幾多個。但係我覺得蝴蝶同呢個球係一定要睇，係一個好靚發咗光嘅藍色蝴蝶，有兩隻蝴蝶啊，後面就係發光嘅 Bonnesty Power Station。哇，個煙筒都有光，好靚啊！除了燈光節，佢附近的建築物和樹，佢都會有啲燈飾。係啊，可以望到對岸的夜景添。我繼續周圍行下，睇下有冇機會睇其他嘅燈飾先。既然車站喺呢一邊，所以我向呢個方向行，咁可以可能睇埋四號同五號。我落咗嚟佢哋嘅住宅下面嘅一個廣場，呢度有其他鋪頭。哇！呢度仲可以對住個發電廠。我想在这里转望的景会很漂亮，不知不觉走到离车站，拜拜了，有机会先再看灯饰了。不过就今天发电厂走走都不错。